八月九日 ，Valentino 与北京 SKP 首代精品店正式推出 Rockstar Spike 七夕限定首代。范冰冰、李晨、张艺兴、王子文、许魏洲等一众明星云集，前来为品牌加油助阵。对感情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其实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可能是两个人有规划，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在你以后往日的规划里的。如今的七夕情人节，人们送的礼物也变得多元化起来，在现场的明星也纷纷表达了对七夕礼物的憧憬。觉得收到这么一款包也不错。我想收到粉丝们爱我的二胎，我的第二张专辑。 Rockstar Spike 七夕限定首代是 Valentino 首次为中国区顾客专门定制的节日限量款首代。该款首代选用细腻优雅的淡粉色调，韩缝工艺以酒红色缝线呈现几何图形，并设有可拆卸的刺绣迷你手包。精致的刺绣装饰图案寓意爱与承诺，献礼七夕情人节。这个链子啊，我觉得和这个包这个铆钉的这个设计搭配在一起，特别别出心裁。它也可以这样拎，对，然后也可以这样背，就很方便。据悉，这款手袋将于八月十一日起在 Valentino 微信官方账号全球独家限量发售。浪漫、准确、品味、别致、个性，美美美，是 Valentino。